呀！哇，这么大，就这一点儿，我操，无情！这么大的东西就这么点儿，咦，他妈卖批，像个小公鸡头一样，还咬不动，要死啊你啊！这东西我不想吃，我就吃这个。上面这个我就知道了，别浪费。过去，你走吧。这么大还这么点点，是吧？啊，给个双击！哎呦靠！哇，真的，我要好残影，我要好残影。哎呀，对，这东西好，难得。真冷啊，风大。给个双击呗，别那么残忍。哎呦，全是墨，给个双击。哎呀，这小迷你，你真是经典呐！这迷你它就这么大，你知道吧？它就是一口一个，你知道吧？我嘴太小了，吃不了一口一个。两口也干不掉，没办法。还有比它更小的，你知道吧？那种的一口可以吃两三个。不过这个还行。你看，是吧？这么小，你能不能别那么无情，别那么残忍？你给我个双击呗！我不再馋你了。哎呀，这一小锅，哎呀嘿，哎呦，炒菜会油崩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海螺，八爪呀，八爪呀！你看这一口，你说你们这些八爪在里面瞎蹦，你看人家海螺，看看人家蛏王，动都不带动的。呸！我的天哪！呸！哎呦！呸！你看人家这海螺是什么鱼？它动都不动。就你这八爪在里面蹦啊蹦，跳啊跳，是吧？真的是。酱油，哎，没有了。哎，加点水，加水15分钟就可以了。别放太多水啊。就是那个赤甲红，你知道吧？这种很好，钳大，钳子可大了，哎，怎么样？可以，不错。掰腿吃糕，好久没吃到这么鲜了。赤甲红一般不舍得吃是吧？吃蟹一定要去鳃，你不去鳃。是不是去嘴，然后一掰啊，这肥的太漂亮。喜欢吃螃蟹的话，你就给我来个双击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来呀，整个海螺，海螺，海螺，对。这真是一惊一个，你知道吧？
香。对，我还挤出来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剩下这些，吃的。这个好。吃海螺还是要配大蒜，没有大虾。这个大吧，关键你看它，哎呀，哎呀，这龙虾尾，这龙虾下面它这个壳可扎人了，可疼了，哎呀，哎。我老被它扎，很疼的。喜欢吃最后的双击，给一个。知道是什么吧？我给你开一开，你就知道了。这就叫看了肉就叫袋子。哦，看到了吧？哇，这么肥！你看，好像有点像个什么东西似的。不要胡乱评论了，其实他就吃什么，他就吃这个。我把它给煮了，把它给敲下来，像小爱心一样，是不是？感觉像你就给我个双击行不行？这就是你们喜欢吃的袋子，清煮一下就可以了。给个双击，这小爆头，爆头很经典是吧？哎呀。墨不是很多。但是这种很香，这种很过瘾。你也喜欢尝试一下爆头是什么感觉，是不是？我这边还有一个，给个双击，给一个。皮皮虾，吃皮皮虾你总是把头给它扔掉，你别扔，可以先从它的腿吃起，慢慢嚼，很香，把它的头，你看，又吃它的肉，又能吃到它的那种很鲜的那种汁。然后又能又嚼越嚼越香，哎呀，给我个双击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要不给个关注也可以。哎呀，爆头！你还藏起来呢，真的是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不吃它了，吃迷你吧。哪里还敢再打了？
高山哪去啊？这个长起来了，螺漂亮吧？很烫，这家伙。哎，这么大的海螺，哇，真的是一斤，这一个很漂亮是吧？这个壳，这个黑黑的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海螺后面这个去掉，摘掉它，里面这个骨包，哎，去掉，剩下的，都是我嘴里的，给我个双击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还得看看这个梭子蟹这个壳里面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吃螃蟹一定要把它这个壳里面，哇，它这个钳子上面有那个刺，太扎人了。你看它这里面好东西都在这里面，看到没有？膏啊，什么东西的，很肥呀、把它给弄出来。吃得干干净净的，太肥了。美得要死。你要是喜欢吃的话，喜欢，特别喜欢吃螃蟹，屏幕怼两下，嘿呦，海螺，去！你看这个海螺，是不是你们谁给我咬了一口？嘿，咦，这一下就怼出来了。这种这么大的海螺哈，不如吃这种好吃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玩意儿太大了，就是，海螺还是要吃小一点，小一点它香啊。对不对？有的东西大了，就跟吃那个鸡肉一样，是不是？太大了没？好哥，但是我喜欢吃这样子的。你要喜欢吃海螺，给我双击，行不行？我给你送一斤。来，小哥，哎呀，嘿，哎，哦，哎呦，啊，真是力大无穷，扒不下来，啊，哇，你看，还有个好大一个虾，是不是？三倍，嘿，哎呀，嘿，来点辣椒。酱油，酱油是有盐味的哈，你别那个，你别认为说没放盐，其实酱油它就是盐味，老抽，上点颜色好看。哎呀，嘿，加点水炖15分钟就行，别炖久，你知道吧？最主要是你得给我个双击，啊，给我个双击，这哈，亲哥。叮个当，叮个当，叮个当个当，叮个当。哎，扇贝，走吧，漂亮吧？这个东西，就这个东西，吃和不吃都可以，你说了算。摘掉它，就摘这一点，就摘这一点，剩下的，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黄的还没长好，明年就好了。肉好，它都是一丝一丝的，明白吧？给辣椒一炒，小酒一喝，
嗯，完，哎呀，这大虾，看到吧？不伸开，你不知道它有多大。哇塞，太棒了，真舍不得。你以为我们也舍得吃这个？哦，嗯，哎，我要把它炸得干干净净的。嗯，哦，你看，大呀，一下就看到了。嗯，哎呦，嗯，我就喜欢吃虾头，虾头香啊，里面有黄啊，过瘾啊，是吧？大虾肉，哎呀，给个双击行不行？你要喜欢吃的话，给个双击。